是？走了走了。哎，飞雪，你别推我，再我听话。走吧你。就不会。哎，这么磨磨蹭蹭的，你还想闯阁吗？哎，我这刚听到兴头上的。不就是老乞儿闯登天阁，连上15层，最后被枪仙引满城风雨，化作一枪给打下来的事吗？又不是没听过。嗯，那倒是。不过啊，之前咱们在望城山上听到的，那叫传说。现在，在这雪月城登天阁下听到的，这才叫故事吧？懂不懂啊你？装模作样，回去我就告诉师祖，你跑来雪月城闯天阁。萧瑟，我就要去闯登天阁了，你不给我点鼓励就算了，你还臭着一张脸，你想什么呢？你还好意思说呀？这次来雪月城走错3次，多走了1个多月，就为了那500两，要不然连本带利算你800两。啊？嗯。哎呀，我得去闯登天阁了，祝我好运啊！登天阁，我来啦！小师叔，那个红衣少年看来也要闯阁，让你早上睡懒觉，被人抢先了不是？莫慌，说不定他一下子就被打下来了呢。小师叔，你不是尽得师祖真传会那旺气之术吗？你看看这个年轻人能上几层？这位少年吧，我估摸着他能闯到……飞兄，看来本公子今天这一觉的确是晚了。望城山弟子。蝶涟漪，吹风化雨小惊喜，收拾不完被雨洗，飞花翠角转戈壁，处处茅庐青色不可及，文武展翅苍茫秩序，无所谓名歌错纵不拘，破天机借天子断一体，起落困境里淬炼出豪爱勇气，不忘江湖路上历练成功侠义，花一笑便是灵犀高歌心欢喜，少年梦逐浪途程，品尝心间的念闻，越荒会曾遇伤痕，敢闯荡才算人生。